你们好，我是一号米娅扎文杰。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电台主播的这个行业，从高中开始我就会每天听广播，尤其是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打开收音机听我最喜爱的广播节目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憧憬着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一个电台主播，所以我来到了这里，希望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，也可以给大家送去温暖和快乐。我是米娅，请大家记得我。